去到高中才接受正规训练。一开始进去，我连左手上篮都不会，所以只能在那边练左手上篮。就是你要有练球才会有那种技术啊，或者投篮方面的那些层面。大一、大二、大三，其实我们都有全国八强，可是都没有进到全国前四强。然后在最后一年，我说就拼一下好了。赛前大家都觉得完蛋了，时间应该是第一场就会被蓝大就打败，可是我们还是不放弃。我得失心没有看到很重啊，所以我想说有赢就赢，没有赢就是下次再拼来这样。